看不到。我不是看不到，我自己去拍了，我已经骑两遍了。没有吗？完全没有。胡先生骑机车，因为没有两段式左转，被警方拦下开罚。他气得跟远警争论，因为没有两段式的标志。哦、啊，我刚看这边就是没有。这里。哎呀，我刚看都没有。胡先生甚至想带远警去看看，证明根本没有所谓的标示，但远警拿出一张旧照片来佐证。没有啊，你给我的图片跟这不符合啊，对不对？我申诉不过分吧？为了举证，胡先生亲自骑了一圈，一个带转的都没有，标示在哪里？他刚刚有看的标示在哪里？尽管他录了影片，证明没有两段式左转的标志，但远警只留下一句话：“你可以去申诉。”这600元的罚单还是开了，让他相当不满。经过调查，警局也坦诚疏失。位于两段式标志的这个标志之前，哦，并没有主动在第一时间就通知我们警方，那导致于我们在执行的过程里面，哈，误认为那么这个标志还存在。当天，胡先生骑机车行经美村南路左转高工路口，遭到远警拦下开单。但经过调查，那个路口的两段式左转就在2月27号涂销，机车可以直接左转。从那边再绕一圈再上来吧。所以他不会就是代管局吗？嗯，我比较没有注意的。他会有一个方格子在那边。会。那个路段到底能不能左转，就连附近的住户都搞不清楚，更何况是路过的机车骑士。目前警方只能将这段期间所开的罚单销单。对于造成民众的困扰，他们也很抱歉。记者韩志兴、张志凯，台中报道。